era， 欢迎大家来到后 PC 时代。借助大家的力量，大家共襄盛举，然后更多会员的参与，从不同的维度，从市场的维度，从这个客户，从这个媒介的这个角度，我们一起来制定新的一个适合中国的一个 MMA 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标准，然后让移动互联网能够开始今年不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新起点，能够很快的3年5年之内能够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井喷，然后让大家不要像做以前做 banner 做的那么辛苦，然后真的能够把这个 mobile 这个市场在中国发光发大，谢谢。